韩星黄晓明去年与 Angelababy 结束7年的婚姻，近来却频频被爆出新恋情。网传他的新对象疑似是网红企业家叶珂，两人来往相当频繁，甚至还被传出黄晓明已带女方回山东老家见家长。不过，相比于两人的恋情发展，外界发现黄晓明似乎偏好同一种长相，不论是上一任绯闻对象赵世锦，还是最近被拍到的叶珂，都与前妻 Angelababy 拥有同款瓜子脸、大眼睛。黄晓明也因此被调侃对前妻同款情有独钟。据 Angelababy 方面，他生活似乎不受影响。离婚后的这一年来，他参加过不少时尚活动或是大型典礼。不过有不少网友发现 Angelababy 瘦了很多，在直播的镜头中，就算不开滤镜也能看到他宛如电线杆的身形，但他的状态相当不错，就算很瘦也能看到肌肉。